大家好，我是 Coco。 然后我放上一家照片是因为我希望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可以像他这样子还是一样漂亮一样的瘦一样。然后那我现在的梦想，我最希望的就是赶快有个家庭嘛。然后基本上我老公已经找到了这样子，所以只差一个小孩，就是一男一女这样子。所以因为我现在就跟公婆住，所以我希望赶快可以跟买个房子，然后赶快摆脱我公婆。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自助旅行嘛，然后因为我之前自助旅行的时候认识一对法国夫妻，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双方有语言的沟通的障碍，所以我就赶快学好法文，赶快跟他们讲话，这样子可以跟他们聊天。然后因为我下个月要去希腊两个礼拜了，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个目标就是可以去波兰啊，然后或者是去埃及、土耳其去看人文，或者是说去欧洲可以看看他们的风景，瑞士看他们的风景。然后那当然希望我老的时候，我就可以健健康康，就像照片上的人一样健健康康。所以我现在也有学针灸，然后我已经开始学针灸了。那所以如果谁要那个当我白老鼠的话，可以跟我报名。哦，可以报名，是这样子。